大家好，我是阿克贝，欢迎老师。今天呢，我来录飘飘岛的多人生存。今天一样只有阿豹。嘿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看那边的苦力怕。算了，干嘛？看苦力怕惹到你哦。算了。刚刚，那个马克杯，你干再嘛？过来一下。我看到苦力怕一直这样摩擦那个树，从上面摩擦到下面。我也看到，好好玩哦！太好玩了！我你又一直玩在过来，笑。他是在上面还是怎样？砍不到他哎、欸。应该在上面，对啊，他应该上面，他本体在上面。不要管，啊？不要管难他，道他给我玩影分身之术？不要管他，太强了，我都不还要没管学会那一招，我只学会千鸟哎、欸。我想变了。好啦，我要去找铁矿。挖到洞窟了！有铁，有青金山，又有钻石。我发现这边的东西蛮多的、啊。哇！不浪费时间。两直接组用这个多。挖，速度比较快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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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一下，四个。不要我弹。直接接到这里。可以耶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草，这里吗？这边。哦，很近。哦，超近！我直接在跟我讲说，就在这附近了。扩大视角，玩三角形，破，超近，感觉就在这边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我，因为这边好像有东西，好像有生块箱还是什么。那声音超近的。生块箱。生块。生块箱。哎呀，烦呢、欸！你今天也要去那个吗？国小，国小。当然没有。哦，洞窟声音，阿娘喂！那洞窟声音真的很阴耶、欸。不要停。觉得配那个配这个音乐的人真的是很厉害。你要铁吗？不用。你不用哦。不用。
怎麼对了，马克杯，我上次看影片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是不是拿我鞋子？哈？上一次啊，我不是死掉，你是不是拿我鞋子？你的鞋子？对。我根本没有鞋子啊。有，我看到。我没鞋子啊。你当然啦、啊，你死那么多次，你说你没鞋子，废话。啊，废话，你也死那么多次。我就是计较那个鞋子，可恶，哼。其实我不太懂你在说什么。有，就是上次我死掉，然后你拿我鞋子啊。你什么时候死掉？我什么时候拿你鞋子？前三集，一二三集。算了，不想管你了。哎呦，你每次都这样啦。哎，我在干嘛？每次都无缘故带一大堆重要的东西死掉。对不起，我错。叫电脑好一点，一切都要怪电脑。好，其实有时候也要怪我，滑鼠动不动就在那边手贱，每次都要怪你。最好，不行。你接过下，你接过下，接过下。马克贝，马克贝，结果我在挖，我要按箱子啊！总比没装备好。你要用石头做装备，不要做装备，你不然，你又喷掉。这个装备根本就是没屁用的装备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叫做很有屁用吗？你至少也做个时钟之类的东西，你做这干嘛、啊？不要喷掉。喷掉没差。没差。黄金砖，它的东西很多，好不好？我还有很多没挖哎、欸。而且你看里面还有黄金啊，黄金也就这些啊。最好啊，外面那边那个岛也是啊，也就挖完那些而已啊。哇，那些它底下还是一样有，还是一样只有那些啊。啊，算了，跟你讲话根本就是对牛弹琴。你什么时候看我穿装备？我打赌。有，上次你拿我鞋子的时候，我可以打赌你在十分钟之内绝对喷掉。好，四分钟哦，你说的、哦。十分钟，好，你说的、哦，十分钟，十八分我要看到。要赌什么？赌。要赌什么、啊？永远不要穿装。好。你就不要给我窝在家。我不会想要窝在家。我要去种树。哎呦！哎，树那么多，你都不砍哦？你去砍啊！又叫我去砍。反正木头很多，还有一堆。还有一堆原木，哎、欸，干什么？还有一堆原木，你哪根筋有问题呀、啊？怎么啦？你做一堆钻石干嘛？刚好钻石啊，刚刚好哎、欸，一组，对不对？一组完美组合 ，perfect。你看我没有窝在家、啊，好，爆掉了。其实赌这个我根本没差，
废话，又没有伤到你，只会伤到我，好不好？当然，谁叫你硬要穿？叫我永远不要穿装备，把我当什么啊？这一系列、啊。你这拿食斧的，我不断声音，好骄傲。我想理你。呵呵。你真的是嫌资源太多。其实还真的蛮多的。你自己说，树是永无止境的。然后石头也是永无止境的、啊，就这两个而已啊。结果你硬要做钻石的，最好了。水也是永无止境的，结果你硬要做钻石。嗯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地狱岛下面都是钻石，可是你挖到你吸不到，没有吸得到，因为它不是在最底。而且它下面没有破洞，我都用斜边看的。你打钻斧弄爆？没有啊，那是那个石稿。你干嘛从这边挖？从家里挖啦。对啊，要丢多余的东西。我要丢多余东西啊！哦，哦，算了，外面丢，外面丢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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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往外丢，我往外丢，空虚的地方丢，都很多哎，种子就有一组多，种子不好吗？不好，可以扩大种子。我们家是外面都是可以扩大就对了。对啊。对啊，好啦，还有五分钟哦，还有五分钟我就可以破图了，破记录了，我就可以跳下去。靠呀！呵呵。啊！已经喷掉够多东西了。呵呵。哎、欸，这包包整理一下，我要整理一下包包。怎啊？野鬼为什么会有杉木头？你箱子那么多，你一定要把全部东西放在那个吗？下面。不然你要放什么在上面？放工具在上面好了。脏东西啊。放工具，放工具。没有工具放下面，工具放下面。工具还有那个钻石的东西，就是稿子那些东西。啊，食物嘞。然后食物全部都放上面。我来排啦，我来排。唱片嘞。唱片就放上面啊，他又不是那个稿子那些。唱片啊，唱片又不是食物。对啊，不是食物啊，但是他算是杂物啊，杂物跟稿子那些不一样。啊，杂物，那碗、啊、碗也算杂物啊。对啊。那你干嘛不放上去？我来用，弥补我以前的龌龊。那就结束。你看这样清空超多的，什么东西？你自己看下面那个箱子，清空超多的。你也不是打全部东西都放上去？
没有啊，那稿子那些东西，你看这样分就已经知道我们有多少东西。既然你弓放下面，那你箭位干嘛上放上面呢、啊？放上面啊，不然呢？你弓和箭干嘛分开放、那個？啊，是是是。那弓箭反正过不久也要爆了。你可以打一些枯弓，然后再合成啊。然后是是是，然后你钻石放下面，那你干嘛青金石也要放上面？嗯，青金石不我放上面。对。你这么爱凶人家，真是爽啊！超不爽你的。干嘛？我们不是应该会有两个红字的吗？有没有两个红字的？哦，有。我没有拿哦。不灭之镐。不会再去拿那红字的东东了。天！我想。什么东西、啊？手机的充电。哦，吓死我了！你讲得很恶心。有，还好了。哎，有木棒，我还做那么多木棒，我干嘛？你白痴！定位只有做四个。你白痴！又骂我白痴！你看这种人啊，哦，真的是。你白痴。看这种人真的是，真是，对吧？说不出话。最后丢东西一定，我掉那些东西一定都他害的，他带晒。哦，真的是，真的是。明明是你沿路放晒。你还记得那个、哦？在桥上面还那个。你这个才带晒。这种人。怎样？要啊，混蛋！沿路棒晒，说别人带晒，还不是你带晒，还有棒晒。我带晒应该是我棒晒啊，那、啊、结果是你。可是你这样可以学到、欸、那个，你只要上面是玻璃的话，其实不要泥土，你那个箱子可以开、欸。是可以啊。你知道吗？只不过你知道你没办法点到它。点得到、啊。这是重点，你上面放玻璃，你点不到它。哦，知道，因为他就放最低就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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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在收拾残局。残局绝对不是我用的。屋顶是谁铺的？哦，不是我。哎呦，只你两苦力怕。啊 no！ 啊，爆两个了，还好。真是。不会。真是。知道我的破坏了吗？真是。哈哈哈！哎，有两个、啊，刚好五个，哎，好完整。怎么会有那么完整的事呢？你看，
18分，你看，我没有死。废话。以后我还是可以穿装备。对。你以后刘总就不要给我，你以后就刘总不要给我跟我打赌，下次打赌就是100万。好啊，来啊。来啊，怕你哦，怕你啊。你就怕啊。我不怕，嗯。你怕我数学成绩比你好，你怕我生物成绩成绩你怕我成绩就算了吧，你这死之又生，在那边骄傲什么东西？啊！我死了，活该！都你了，我真的是定位上面没有什么东西。你真的是代赛。哦，你最代赛啊！哦，真的是。哎，干什么？打我！幸亏我没有带多少东西。幸亏我要你们不要带太多东西。你有叫我不要带太多东西吗？我真的没感觉。我就有啊。有。我没有吗？好像没有。想太多。我多少次叫你不要带太多重要的东西出来。反正我也没带太多东西哦。你真的很爱念人呢、欸，你真的是啰里吧嗦的，跟猪一样。我就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没事。我只能录到12点啊！哦，我要去忙东西了。忙什么？很多东西。会女友？不是，我怕我阿公在叫。你阿公在叫？嗯。你阿公？那个，他会叫我赶快去吃饭。哦。因为我阿公很疼我，所以就这样。哼，总比你这个没有人疼的。哼，混蛋，混蛋，我要打你，混蛋。我身上有剑、啊、打一下吧，给你打，对不起。我直接拿出一个剑给你看。跳跃，然后正下方十字，好 ，OK， 你去下面捡木材吧。哎，可恶，挖不到，生气！你在干嘛？我在打树叶，都成熟了。树叶成熟？不是啊，农作物，这应该算农作物吧？好看多了，好看多了，你是怎样？其实我知道，我知道马克杯、啊、他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，就是这个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不吸？你拉的自己吞回去。碎啦！拜拜。好，木材要放。哎、
对，你怎么那么没品啊？至少整理一些箱子嘛。这边按一个 R 键是会死掉。你没看我在干嘛？那你拿东西顺便清洁一下嘛。我根本……你跟一个摩羯座的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摩羯的。对，12月30。恭喜。不用恭喜。恭喜。要恭喜你。哦，电视声音好吵。你跟我实况是一种荣幸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是种悲剧？悲剧？怎样啦？你的，我知道，我的麦，然后那个，你现在在哪？你现在人在哪？家。家里干嘛？做东西。然后12点咯。3分钟啊。不用，12点了，我很赶。我先拍完，我先拍完了。那啊，我白痴。哎，我的。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喽，这里喽，拜拜。啊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按左下角订阅或喜欢，拜拜。